巨人来了，吴新义是绿巨人，那你是谁？我是方程。你是蜘蛛人，吴新义是绿巨人浩克。妹妹，啊，妹妹人，绿巨人要打蜘蛛人了，打进攻。翻跟头，要蹲在地上。哇，蜘蛛人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是谁的衣服？绿巨人的衣服，哎，绿色的。哦，啊，那个是什么的帽子啊？蝙蝠侠耶！哇，你是谁？你是蝙蝠侠，哇，你也是蝙蝠侠，有两个蝙蝠侠，哎，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是蝙蝠侠？来，你们两个摆战斗姿势，找战斗姿势，要停住啊！战斗姿势要这样，呵。我是最好，怎么怎么样？好，要这样，呵。蝙蝠侠打败蝙蝠侠，结果蝙蝠侠的臭袜子掉了。哦，还有美国队长，这次谁要当美国队长？哇！这是哈利波特蝙蝠侠，好笑，我不知道。蜘蛛人，哇，噔噔噔噔。